今天的晚餐，中午吃太多了，然后这回再先吃一条果冻。果冻吃完哦，记得喝水。然后你们下午想要下的哦，下午就吃一点清淡的。这个是油醋汁啊。果冻还是79.9发酒喝啊。收到货，你们前四天是晚上睡觉前喝，喝一条，喝完喝水，然后第五天开始中午喝一条，晚上睡觉前喝一条啊。